my Senora. 我丈母娘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快跑，快跑！哇，这个可爱的公主裙，打背打直，驼着个背。不是镜头没找对，是发你发真的是发福了的原因。马上马上，我看一下，过来一点点，过来一点点。我本来说八点钟，我们居然不拍，让他们早点过来。对，今天下雨。应该味道不记得吧。这应该就是他的崽吧。一定要注意安全。
需要比赛吗？这边才是 Rocky 的声音。